松智孝主演的韩剧《我们爱过吗》日前播毕，一次合作四位男星超养眼，然而结局收视却惨跌。而他在接受采访谈及中英感想时，顺势换上新发型，以刘海造型示人。本来就已经够逆龄的他，配上空气刘海，整个人根本就像回春一般。比少女还少女，到底要怎么相信智孝已经39岁的事实啊？除了绝美时尚照之外，他还更新了一则短片，跟上最近的漫画人物滤镜风潮。真的是太俏皮可爱了啦！